佢哋背景特殊，锦衣卫本身系直接受皇帝管辖指挥，个个都系精英，全部都经过严格挑选入伍，接受各种非人道嘅训练，任何命令必须切实执行。你害到人哋家散人亡、妻离子散，咁都算系替天行道咯噃。有狠心就唔去做锦衣卫，唔理系叛党逆贼、反动、杀敌为威，亦或系忠臣义士，呢份名册上边嘅人。都是对皇上不忠，顺便杀埋佢。朝廷正义之士忠良之后，杀！刘永，佢招咗啲乜嘢？佢话佣工你同佢哋狼狈为奸，阴谋夺权。梁家人，锦衣卫统领赵不凡违背世旨，私放阴反。呢把刀系正义之道，我边个错我就杀边个。锦衣卫。